本案邱姓主嫌哦，倚仗帮派势力吸收未成年学生加入，那平日以暴力、讨债、恐吓警察、贩卖毒品等行为作为其主要的经济来源。那日前邱姓等人又因跟陈姓被害人有债务纠纷，除了恐吓及殴打被害人，又觊觎被害人公司营收获利，竟以办理保险名义上门骚扰。那欲离去时，遭被害人豢养的比特犬来咬伤，那竟因而心生不满，遂率众砸店毁损该公司的物品。那案经本大队及新北市金山分局、新竹县刑大等单位来长期搜证，并报请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来指挥侦办。那申请拘票、搜索票，前往拘提邱显等14人到案，并当场查获犯案用的空气枪、翻刀等相关战争物。那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，移送地方检察署来侦办。